接收一下。我接收一下，好。啊。我好，你这个图片合集啊，你这个，啊。我这不想说我喜欢的样子，不是你喜欢的样子，我都有嘛，对不对？小姐，你要这么搞的话，我必须要给你买点粉丝了。啊，你要给我买粉吗？其实，哎，这种别的粉丝有没有我也无所谓，就重点想特别想要你的关注。真的吗？就你关注我就好了。好，我必须要关注你一下。嗯，这小姐最喜欢那种，这种抵抗不了。可以啊，必须啊，必须要看到位。兄弟们，这么实在的小姐姐，你不关注一下，还等什么？已经事前的关注了，兄弟们，你还没有动起来吗？懂不懂？直播嘛，就要互动一下，对吧？拿出手机动一动，不然的话，你光看没有体验感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是吧？那你看录像去吧。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看直播呢？就要互动一下，打开比心 APP， 给这个比心小姐关注一下，不少什么吧，是不是？快乐的同时还多了一份选择。干啥？就我在那，小姐，我刚才喝水去了，等下我看一下啊。嗯，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凉快一点的照片。哎，凉快。老板是这样的人吗？啊。那就发一张夏天一点的照片。老板是这样的人吗？老板，不是吧？老板就是这样的人，发吧。先瞅一眼哦。小姐长得还挺漂亮的，有种那种网红的感觉。你这个还凉快，你这个有啥凉快的？这还不凉快，都有水了，还不凉快吗？你这个也凉快啥？你这个我去那个水上乐园一看一大把呀，你这个。哎呀，那，哎，他们跟我就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觉得都一样吗？这都一样吗？差不多呀，那不然呢？啊，有差不多吗？那不是差不多，那还差很多呀，啊！兄弟们还差1000个啊！喜欢吗？兄弟们动动你们性感的小手，人呢？各位哥哥姐姐，关注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兄弟们。就现在找5000，喝八杯水，你这喝八壶水呗，都费劲，不是吧？小叶，我摊牌了。啊？其实我是一个主播。啊？你主播？对，刚才一开始我口误，实际上我是那种直播习惯口误了。其实我是一名主播。你主播真的假的？你有几个粉丝？几个粉丝？对呀、啊，别还没我多吧？不到一个亿，没几个人吧？不到一个亿，不到一个亿，那我也是不到一个亿啊！你也不到一个亿，你多少粉丝啊？啊？就你这牌的，我叫你给我发点全身照，你怎么也没给我发全身照呢？啊？全身照有呀？有吗？刚没看到吗？嗯。我直播间谁有说就这？啊，就这？对，就这。就这？你这个最后一张凉快的照片，这不是全身照吗？你这个，我靠！你这个照片，我那我还不是百度一下呢？啊？百度一下？那百度那不是真人？那我是真人，我是活着生生的人。你给我发张那个得劲一点的，这个。泳照没看到吗？这个我都觉得索然无味，他们更不在话下了，懂吗？重新给我发一张，可以吧？我让我直播间的水友关注一下你，可以吧？行不行？我让我直播间的水友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以表咱们的诚意，
请大家打开比心 APP， 357566617，给这个比心小姐姐关注一下，可以吧？以表一下我们诚意，我们诚意已经到了，不知小姐的诚意怎么样？我给你发泳照。这个就挺好看的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第二张的，看起来干干净净的，对吧？你所有的照片里面，我最喜欢的照片就是个，第二张和第三张这种，看起来很很干净。我怎么感觉，哇！哎，我比心怎么好多消息啊？哎，你真的是主播？我真是主播。你是谁啊？你在哪里直播啊？我来看看你啊。我是谁？我的男人这么厉害吗？你是谁啊？你可以看私信啊，他们有私信你吗？什么魔教中人前来围观？魔教大军？魔教大军是什么？魔教大军是什么？你居然不知道魔教大军？可以，看来你网络白玩了。讲道理，你在哪里直播？我看看你啊。我在哪里？你百度搜索一下魔教中人，就可以搜索到我了。魔教中人。我搜一下。对。魔教。百度搜索魔教中人，对，没错。还是相当到位的啊。智勋是吗？对，没错。就是在下。那你在哪个平台啊？我在哪个平台？你再百度一下智勋，看能搜索到什么。智勋啊，哎呀，我上直播了吗？你上直播了，对，没错，你上直播了。啊，我看到我自己了，我天哪！你看到自己是什么感觉？嗯，不，这有延迟。有延迟吗？不会吧？不是吧？看到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这位主播长得还可以？嗯，就那，哎呦，我好激动啊！就偷点你的粉丝，就喜欢我的就可以比心找我来玩。找你来玩，你不给我发张照片啊？我发那么多，而且不是说了不要给别人看这种泳照啊？哎、还给那么多人看。我不是那种吃独食的人呢，小姨，懂吗？那你说你是我的心上人，还算数吗？那肯定是不算数的呀，小姨。好吧，小姐姐，这个照片不在于多，在于精，能不能再给我精发一张，怎么样？精发一张。对，精发一张。兄弟们，给这个小姐姐关注一下，打开你的比心 APP， 关注我，爱你们。我给你发个视频吧，好吧？就有点乱，就。视频那是太棒了，来。就。视频是什么？什么很乱？就也没有裁剪过，就随便自拍拍一个视频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我瞅一眼。你为什么一开始有视频不给我发一下呢？啊。就有视频，就其实视频跟照片差不多啦。差不多，那视频能动呢？对。那难养了，哎呦！哦，这是你啊？对。嗯，挺好。一边看一边嗯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给兄弟们看一下吧。给兄弟们看一下。我到位了，你呢？可以的，可以，相当的漂亮。
小姐长得还挺好看的啊，有一说一。嗯，眼睛，特别是你的眼睛非常漂亮，但是你的嘴巴感觉有点那种香肠嘴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戴牙套啊。你戴哦，你戴牙套，你为什么要戴牙套呢？啊？因为就是想要牙齿整齐一点啊，就现在欧美不是都流行那种牙齿整齐然后很白的吗？哦、然后我就也想整齐一点，好看点吧，对不对？哦，哦，懂你意思了，那行吧。那兄弟们，大家喜欢这个比心小姐，关注一下，好吧？行。嗯，那谢谢大家，谢谢志勋，谢谢大家。那就这样吧，好吧？嗯嗯，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